魔法少女。女王权杖被抢了。月儿思琪某某，这到底是谁呢？哎呀，小辉和嘎嘎不是有重大发现吗？人呢？叔哥，我先，猜拳。小辉，嘎嘎，还在。小辉先说。我们发现卧底了。对，是谁？卧底就是思琪。思琪？哎呀，照片。哎呀，快走。果然是他。哎，对了，叔哥，月儿已经收集完三颗星灵石了。哦。我们赶紧告诉月儿，不能让思琪破坏了仪式。走。你们哪儿也去不了。月华，你来干什么？为了防止你破坏我的计划。合成仪式是芬尼星系最神圣的仪式，极易失败，你一定要心灵澄澈，毫无杂念，方可成功。月儿加油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还从来没看过合成仪式，好期待啊。我也很期待。月儿，沉着冷静也是女王最重要的特质，你若不能静下心来，试炼是不会成功的。月儿，我好想你呀。思琪，我好想你。你只有完成女王试炼，才能保护芬尼星系。小辉，哥哥，赶紧拿着照片回去星月屋找月儿。但是我来阻止他，快！快啊！小辉，走！星云之力，不自量力。黏黏手套。我就不放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星云之力，是吧？不会的，叔哥那么厉害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，我得回去帮叔哥。你忘了刚刚叔哥怎么说的了？现在确实抓了，就是把照片交给月儿。说的对。休息好了吗？走。
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快跑！小辉，你把舒哥怎么样了？手下败将，你们觉得我把他怎么样了？把照片交出来。你让我交我就交，那我小辉岂不是很没面子？不会真的以为照片在我这儿吧？嘿嘿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这点小聪明就能赢得过我吧？小辉，啊，树哥，你没事啊？我没事。照片呢？在我这儿。坚持住，我待会回来救你。好。小辉，树哥，快跑啊！我可真的是会生气的。雨禾，放开小辉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我把照片给你。小辉，快起来！雨禾，你在思琪帮我拿到权杖之前，你们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。树哥，你不该管我的。刚刚是不管你，真不知道雨禾做什么事来。但是月儿会有危险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月儿，月儿。可以开始了。班尼，魔法能量，坚持守护，变身。思琪是卧底。啊，月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不是卧底。集中精神，别分心。
我们是被月华公主控制了，你清醒一点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心之守护，心月颂歌。华公主耍得团团转，月华公主，很好，总算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月儿，哦，我应该叫你星月，你知道吗？一直以来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张脸。我也最讨厌你这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。不过最终，你还是成了我的手下败将。你到底对四季做了什么？你明明跟我长得同一张脸，怎么脑袋里装的全是浆糊？心之守护，闪耀星河啊！对不起，都怪我，害权杖被他们抢走了。没事，月儿。可是思琪她不是被净化过了吗？为什么还会被月华控制呢？这个我知道，米可。米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月华一直都在对黑暗种子做研究，米可。思琪身上的种子。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研究成果，米可。你的意思是，思琪身上的黑暗种子跟我们之前进化的那些是不一样的？没错，米可。难怪思琪被进化过后也没有醒过来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是现在权杖和思琪都不见了，都怪我。要是我早点发现思琪不对劲就好了。没关系的，月儿，我们一定有别的办法找回权杖的。马叔说的对，你们现在还有机会。胡老板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你们忘了，星泪石和权杖还没有完成合成。只要在合成仪式结束之前找到他们，我们就一定还有办法的。来不及了，月华现在肯定忙着合成仪式，可是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，月儿。算了，我累了，也不想抢回权杖了。月儿，你要放弃女王的试炼吗？我本来就不想当什么女王，也不想拯救翻尼星系，我只想找回我的朋友们。可是现在思琪她估计都不想跟我当朋友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月儿。月华说的对，我脑子就是一团浆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在你们身边，你们每个人都过不好的，你们还是别跟我做朋友了。月儿，月儿，算了，让他一个人静静吧。